这栽种也辛苦了，来买只鸡，晚上做个炒鸡吃吧。 说起要吃荔枝，一会儿看看市场里面有没有。拿了个大红公鸡，2.9公斤，OK， 炒个鸡，今天。杀掉。说起要吃荔枝了，真有荔枝了，哦嘿，真有荔枝了。 对，帮忙吃这个。对对。哦，有。啊？买了。买了。哦，啊，真有荔枝，还以为烧鸡梦见了。嗯，都是荔枝。买上了。这里边鸡蛋哇，这是这里面鸡下的蛋，挺好。 鸡蛋。跟老板熬了。600。啊？600。外面卖多少钱？咱们。450。450。让他便宜点。500，外面450。你来订的嘞？你来订的嘞？订的。 他是那个行，这个店是按到了吧？他是一百五十。啊，550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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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50
他就得卖五百五。这个是不是？这个是山上的鸡里面养。山上的鸡。地高线买的吃吗？煮鸡蛋是吧？啊，煮鸡蛋。可以。啊？可以。行吧。很多很多荔枝。我让你哦，鸡蛋了，你是吃荔枝的。五百，小姐，五百买，透露，多买点。五百。那边五百，他这就要卖五百五。那个去那边五百，买四百。多少呢？一个。拿四个。没有脑子了。过两天上山还要拿了哇、啊。你高兴吃吗？没有脑子了。两个。啊？六十拿两个。啊，两个，多少钱？小姐。五百。五百。啊，别人五百卖，他五百不卖。最终五百一半，成交了。一半给几个？二个、四个。二十五个单，六五六三十个单，啊，三十个单，哎，三十个五百，五百是二十五块钱，你二十五啊，多少钱一个了？阿哥买两个，一下买四本，差点给包圆了，不行都拿了吧。八毛钱一个。八毛一个。哦，土鸡蛋八毛一个。在咱这儿，在他这儿就算贵了。你几米多？好几？啊？买了两只。哎呀，这只估计有四年了，这个鸡。买回去先养上。啊，转成脚，就像鹰爪一样。这个最少有十来年了，这个鸡。
嗯、啊？你说给哪里？不知道那个。嗯。等等等。哦，那个等等等。炒个鸡翅，三黄煎个大黄鸡，列点猪一个，兑点菜籽一个，混合一个炒出来好吃。炒这个鸡主要是配点尖椒，大蒜多点。姜没有葱了，就洋葱了。甜面酱、蚝油、老抽、酱油、黄豆酱、鸡、猪油，再配点色拉油，搞出来看效果吧。酱是放进来了，稍微翻炒一下，把开水往进添，放一个葱，放点配菜，切一条大蒜，搞定了。不要动，不要动。好吃。嗯。还没熟了。哎呀 ，beautiful。刚把火加进去。嗯。盖上盖儿，搞上半个多小时。你把米饭先做啊。好。我去买牛奶，这个两个是拿的 OK 了啊。哦。好不好？好好好。嘿，买了一只大公鸡跑了。放入院里面，然后把门关好，关好，谁进来不关门、狗都进来了，估计让狗把门倒开跑了。一群人找鸡的，是哪儿找去的？找不见了，找不见了，小鸡。啊？明天早上回来。哎呀，你家养的鸡还明天早上回来，嗯，哎呀，高兴。鸡跑了，你拍视频了，鼓掌。我能闹鼓掌？啊，他按他旁边在拍，鼓掌，开心开心。啊，那跑了我哭个，跑就跑了，那我哭个。我是想要那两个鸡爪了，那两个鸡爪十几年那个鸡了。你看咔嚓了，等鼓的了。咔嚓了干啥呀？带到山上，我们咔嚓的。啊，司机，你看看跑在那个对面他们家吗？没有。嗯？那边没去了，晚上了都去那边，那边还有，还有晚上就钻在草林里面了。嗯，我是那个旁边那个娃子。那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出去的，司机？我不知道了。啊，你不知道吗？你？没准那会儿人家天亮的时候就跑了。买回去的时候关了门，真的。狗都在院里面了，我都没见狗都在院里面跑的。好了好了，别找了，找不见了。嗯？哪？哪里？找不见了，找不见了。嗯？哪面？啥？啥了？这是白色。不知道，你鸡跑这个洞里面了。人跑了，那个跳下面了，然后就在一打。好了好了，回来吧回来吧。啊，你去。嗯。这个鸡肝多少斤了？3500。3500？嗯。多钱吗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没事儿。你大晚上去哪儿找去了？回来了。饭快熟了，回来吃饭啊！那啥鸡？